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起飞学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今天我们来说一下磁罗盘怎么校准。首先呢，磁罗盘在什么情况需要校准呢？第一个是远距离传输的远距离传输的时候，就是超过100公里以上的时候需要校准。第二个，长时间存放，就超过一个月或者半年的这种，长时间存放了也需要校准。第三个就是磁罗盘受到干扰的情况，然后磁罗盘校准它的步骤呢，大概是这样的。我们拿到这个 APP 打开，点击右上角的设置，选择第一个飞行器设置，往下滑，滑到这个传感器点击这个传感器进去，选择第一个最上面这个磁罗盘地面校准，我们点击，弹出来一个弹框，提示你要开始校准，然后身上不要带金属物件，点击开始校准，它有进度条我们进去。这个时候它的灯会变成黄色，就是校准状态。然后我们把飞机水平拿起来，旋转一圈，它的灯会变成蓝色，然后我们再垂直，再旋转一圈，旋转到它的灯变成绿色了，这个时候就可以了，校准完成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再把电给放上去。因为这个飞机它里面都内置了 UPS 功能，所以呢，断电之后我们要等待70秒左右，等它完全没电了，我们再重新上电，这个时候就校准完成了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期再见。